要沾口水才会粘上去。不用拿，用手拿的就好了。有，自己抽一张。JQK 就是11、12、13。自己抽一张，自己抽。最多可以喊到几？13。一次最多只能喊三个数字。最少一个，最多三个。就随便抽，先不能看牌哦。等一下1、2、3的时候一起盖在额头上哦。自己不能看哦。1、2、3。我们要试完一次啊。看我黏住了。你怎么可以黏得住？真的黏，我也黏得住，我也黏住了，黏住了。我真的黏住了，我掉不下来。有。好，然后他会有。那从哪里谁开始？先如先。所以我可以喊1、2、3吗？对啊，对，最多三个嘛。也可以喊一或是二这样。一二三吗？嗯。那你要往这边还往这边？往这边呢？好可怕，好可怕，中了。我觉得你到底会不会玩啊？是，对呀，不是啊，我喊一二三，我喊中了呢。他没有喊中，还没。然后我就是啊，你没有喊到你的数字，要喊到我自己，不用喊到自己会喝，喊到自己喊中别人不用喝啊，对，不用哦。我是4，我喊4，5，好可怕，不是吧？我想要没那么随便，6、7、8。那你喝啊？我喝，为什么？没有啦，没有，他没有，没有六七八尾数，你不要乱讲话。六七八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尾数了，最后一个，六七八。那你换牌，我先懂了，我先懂了。那我再喊中的那个，如果是自己的尾数，就要喝。我换了，对。六七八，我打太大了。我刚刚想说，为什么那么大力？9。自己的是中的，大家换一张啦。好，可以。麻烦我们额头的油，这样会了。OK。还有回转跟 pass， 已经抽了吗？抽完了，再抽回转跟 pass。等一下，1、2、3，你先。好，我先。你上哪边呢？好难哦，一这边。2、3，冰岛。真的，因为我讲2、3，然后我就3了嘛。对呀，那就换牌了。脸歪掉。想了一下，换牌。这个游戏蛮好中的。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就换牌是吧？对，只要中了就换牌。要加吗？加什么回转什么？谁有资格可以做这个事？就每个人有一次机会，可以用回转或者是跟 pass 各一次。各一次，可以 pass 啊。对，1、2、3。哎，这个油真的很好用。哎，等一下，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输的人就不能再玩呢？因为你越少人，不就越容易中？好，可以。好，输的人就等。所以我现在玩淘汰赛，最赢的那一个今天晚上不用做事。好，就等着吃饭喝酒，好不好？好，淘汰赛。我好想赢，我中了。你先。这种眼神超可怕的。一。我说一，换你。你说一啊、哦？可是你中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不是。来，哥，你要去砍柴。我不是。你就是一儿，就是你。先喝吧。所以我们要换牌吗？我干了。很白烂嘞，我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，就很像，就是真的是我们大家好朋友，大家聚在一起说一些很好笑的事情，然后也会发生一些就你意想不到的一些趣味的事情。我觉得我很喜欢，我也很开心。我帮你们倒酒啦。那你刚刚是往哪一边开始？OK， 玩我先，好可怕！1、2、3，你开始。一定都大牌。1、2、3，我小一点。4。谁知道我是？天上我好害怕，我 pass。你 pass， 你就用掉了。捞哎，真的耶！那 pass， 我就牙牙，我就骗到一个 pass 啦。我这样我们就能到。是 pass 嘛？对，换我吗？你皱眉太用力，牌会掉下来。抬头纹太多。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换你。哇塞，好猛哦！换你。7、8、9。10，换你。哇，我气啊！我可以3个，对不对？或一个。或2个，10、11、12、13，1、2、3，4、5、6，过，7、8、9，又过了，换你，怎么又一样？对啊，又一样。代表大概知道，所以应该要换牌，要换牌。我们都大牌，一定都大牌。怎么会？我是10，那你9、9嘞？对啊，9、9。但是小众还是不能加入。嗯，我没有，我当裁判哎，他也在，我当裁判啊。你还会去爆米花？我当主持人啊。